昨天本想去那个，就是抚仙湖那个星空小镇啊，有一个专业的房车营地啊，本想去那儿了，结果来了两个，我们在路边停着，来了两个云南的车友啊，把我们请到他们家里头，聊了好多，吃了好多，喝了好多。呵呵，这是抚仙湖，他家就在抚仙湖边上。自己家杀的年猪腌的，啊，自己家杀的年猪，对，我上次还去一个村子里，他们杀年猪，我还拍了，真的，土鸡，啊，土鸡，土鸡，哈哈哈哈哈，这就原来的那个腌肉嘛。嗯，用盐先腌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走了，啊，您走了，好嘞，好嘞，您走了。哎呀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，真是。这是原汁原味，去年搬下来的。你们那你算什么民族啊？你是汉族啊？哦，因为以前那个老房子，那个老房子，这老过去的老房子，外面都没拍。这那都是住楼房是吧？对，这是挺好看的这小房子。这都是过去的这种。是用它包那个鸡蛋汤。嗯，可以。什么？自己做的啊？对。嗯，挺好。尝一下这个，尝一下红烧肉。好大块啊！这是自己杀的猪吗？嗯，对，就是。哎，帅哥。有没有见过这么喝酒的？用我啊，像喝西粥一样的，像喝西粥。这小北耍赖，差点把人家云南的民族文化给毁了。其实我挺能喝的，就是我那个两个钱都已经进了。你说啊？不是不是，来，说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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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小宝哥录吧，我去宝哥那个。啊，我不小，这个碗大，我喝一半，然后你我们这边每天就这样。到了云南的车友多热情。来到我这儿，你们醉了，你喝醉了送过去，给你送回去。干嘛？我是躺着。是大碗喝。再回来，我的碗是大碗。不要这样好吗？你再一放。那这样，咱一样的碗吧。碗呀。一样的碗。干了，干了。干了，干了。妈妈。那你的手。妈妈。看。你的手。妈妈。这哥们儿七六年的，三个娃，你们谁？晚上四个，你们谁比得了？人王哥七六年的，四个娃马上就，太厉害了。你二零一样的吗？七六一般大娃，七六的。七六年的，四个三个娃，马上那么第四个要出生。别，到你的，我这个多嘛，不是说我们俩倒是一样的喝，来，好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干嘛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不行。不行，你别破坏了人家民族文化。我们点一点，我这本地人好吧，我们的文化不能毁在你手上好吧？是不是一样多？一样多了，可以了。来，我们都干了，来，我先干文静，我先干文静啊。好，这小陈家，我抚仙湖的文化就被你毁了，北姐。哎呀，哦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汉子，这才是内蒙古的汉子。对，这才是内蒙古的汉子。佩服佩服，这才是内蒙古的汉子。加个女汉子啊，不是汉子啊。这可是这是多少？这不是多，刚才这酒多少度？53度。五十三，最低53度。最低53度。五十三度。大口喝才好喝。最低53度。看。吃点菜吧，有点晕了。53度。我就这一下就晕了。我给你送回去的。没事。我最近胃疼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已经开立了。53度。我买胃药给你。你喝多了，我买药给你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喝多了这么一点，我买一段路，我尿急，憋着一泡尿。